世尊劝解众生，勿随时日。啊，不可以随顺了。随顺从小的贪心，慢慢养成了大的贪心，到贪污厌足，你就堕地狱了。从小的嗔恚心变成严重的嗔恚，严重嗔恚就得杀人了，无间地狱出现了。所以佛对这些小事情非常谨慎，非常重视，这里头有道理。老师跟佛一样，为我们做出榜样。这个是老师的恩德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能不能生活改善一点，过得好一点？能啊。他在家弟子里头，有16个人是大国王。你说建个道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？不难啊，国王有的是徒弟，人力财力一样也不缺乏。释迦牟尼佛不要啊，一个茅棚也不要啊，树下一宿多简单呢，不求人呐，日中一时去徒步，你看佛陀自在，示现给后人看的。后人今天不必去徒步了，不必到树下去一宿了，还不满足。还要这个道场越大越好，越庄严越好，像宫殿一样，银饰齐具，跟皇帝相比，道心没有。你能够享受，什么原因呢？是你过去生中修的大福德，你这一生享受很快就享完了。享完了，到哪里去了？三途去了。佛不希望引导人这样堕入三途，所以一生保持住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一生不改变，最后走的时候入半涅槃，在树林里头，不是在房子里面，有始有终这是表法了。老师也是如是。我曾经出家之后，一直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人，身虽然没有出家，
心出家了。他一生住一个小房子，在台湾是15平，1平和香港36尺，15平，400多尺，小房子，里面隔了4间小间，一个卧房，一个厨房，一个佛堂，一个客厅。很小啊！一生能不能改善呢？能呢？有条件呢？不要。他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，待遇很高啊！2个学校大学的教授，有收入啊！我们跟他的时候，我是30岁。50年前，那个时候台湾的钱很值钱的，他的待遇一个月可以有400多块钱收入，就高收入啊！他一个月生活费用多少钱？60块。其他的钱呢，捐出去做慈善事业，他没有积蓄。没有遗产，一生贡献给台中联社、慈光图书馆、菩提医院，还有个养老院，2个托儿所，这他办的事业。生活，他是日中一时，生活非常简单。工作忙碌，每一天来看他的人太多了，天天客人不间断，每一天至少3个小时接待客人。他还要上班，还要上课，还要讲经，还要教学。工作量，5个人的工作量。所以我们从他一生生活当中得到一个信息，那就是能量的消耗。90%以上是消耗在妄念上。如果人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他的能量就很足。他能够应付很多的事情。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，不是一次两次，我跟他老人家10年了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人决定要知足，有一点点满意了，够了，不再求了。你的心是定的，如果不断的求，又想干这个，又想干那个，
你一生心是乱的，做再多的好事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就错了。做再多的好事，他心是定的。像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平等的。工作量那么多，客人那么多，所以他一个星期讲经一次。固定的星期三，每一个星期三到台中，一定会听到他讲经，讲经非常认真负责，讲经这一天不见客，什么事都放下，这一天全天的时间读经，我们讲备课，准备。一整天的事情，做给我们看的。真正看懂了，学到了，看不懂的人很多看不懂啊，什么也没学到。所以老师要做榜样给人看，这是无量功德了。有能力不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这个太难得了。老师一生。生活自己料理，没有人照顾他，说明什么？他身体好。他到95岁才接受两个同学照顾。97岁走的。走食物中毒。实在讲，他不应该走。我们估计他，一般人都是这样说法，老师肯定会超过120岁。第一次食物中毒，他知道，他很慈悲，人家煮面给他吃，那个面是干的，一把一把的，那个东西里头很重的防腐剂，又过期了。煮出来的时候味道都不对，但是他还是吃了。为什么？人家孝敬呢？当他面吃给他看呢，他欢喜呀。老师有这个本事，他是一个中医。在台中也是很有名的中医，还得给人治病。他回去用解药解了。没事。过了几个月之后，第二次中毒。他用解药的时候来不及了，已经扩散了，所以害了一场病，2-3个月才复原。我就看他，他就叮咛我，吃东西要小心。味道变得千万不能吃。过期的东西不可以吃。不要上馆子里去吃饭。这是他教我的。馆子里面的菜都不干净。你到厨房去看就吓到了。通常菜都不洗的。
偷偷水就行了，他哪有时间洗啊？他不管人健康不健康了啊。那么现在调味里头全都是化学品啊，真正好的东西没有了，就现在人没有福报啊。经上讲的饮苦食土，一点都不错。